董明珠的第七句经典话语是这么说的：人活在世，不需要太急，也不需要太硬，要学会柔软，学会不动声色，在安静中才能显示人品的高贵，享受世界的美好。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永远也猜透不了人心。社会残酷，世事繁杂，总有你想象不到的事物存在。学会谦虚，活到老学到老。人这一辈子，看不完想不完，唯有淡然。谦虚是美德，装糊涂是智慧。要学会放下和后退，放下就是自在，后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第八句，人之所以烦恼太多，就是执着的太多，想要的太多，欲望只会摧毁你本来平稳的步伐，让你失去最初的自己。时不可追，最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。很多事情失去了就失去了，只要曾经拥有过了就好。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，走不动了也不要硬撑。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，只要人活着就有机会。